鞠躬尽瘁终不悔，宜德堪厚普天亲。三坛我所认识的上净下空老法师。一，慈悲喜舍一长者，可亲可敬一老人。一，与师结缘，绝地逢生。2000年前后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同时面临两个绝境，即生活的绝境，生命的绝境。身体上病痛的折磨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更让人痛苦不堪。那时我真的想一死了之，可是不该你死的时候，你想死都死不了。可能是命不该绝吧，就在我活不起死不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2000年年初，我得到了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姐姐刘素清老居士结缘给我的。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又得到了一套无量寿经光碟。这套光碟是老法师1994年在台湾第三次宣讲《无量寿经》。这套光碟一共70片，每片一小时。刚刚得到这套光碟时，我是用来消磨时间的。身体上的痛，精神上的苦，真是痛苦交加，无处诉说，无人替代。特别是那漫漫长夜，实在难熬。得到这套光碟，我日夜为伴。那时，我亲切地称老法师老爷子。我的感受是，这个老爷子说得真好，他知道我心里想的啥，他能回答我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想死的念头越来越淡了。想听光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老爷子还讲些什么，因为我还有那么多个为什么呢，我要在老爷子那里找到答案。我就是这样和老法师结缘的，是光碟结的缘。那一年是2000年，所以我说2000年我人生的转折之年。到现在15个年头过去了，回首过去的15年，我感慨万千，深深感受到幸遇恩师，迷茫不在，学佛路上勇往直前，听经明理心有所悟，极乐世界就在眼前。生命恩师救，慧命恩师给，今生不成佛，无以报师恩。二，初见恩师面，犹如慈父般。2010年4月4日，受恩师之邀，我第一次来到香港，第一次见到了老法师。就在见老法师的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流入心田。老人家看我的那种眼神儿，让我刻骨铭心。那是慈父般的眼神儿，眼神儿里是满满的慈爱，让你有一种游子归来见亲人的感动。记得父亲在世时，我是父亲眼里的宝。可能由于我是老姑娘的缘故吧，父亲对我是百般疼爱，万般呵护。那种浓浓的父爱让我终生难忘。1986年，父亲离我而去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人类的语言难以言表。我感到天都塌下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谁像父亲那样疼我爱我了。见到老法师后，
我找到了那种久违的父爱，真的好温馨，好幸福。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这是我第一次见老法师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关于讲课的故事，2010年4月4日，我第一次来香港，人生地不熟，一个没有见过任何世面的东北老太太，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好奇。记得那天用完晚餐后，有协会同修对我说，刘老师，今天晚上7点到9点给您安排一节课好不好？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但因为和谁都不熟悉，也没好意思拒绝，只好硬着头皮说行。协会同修问我讲课的题目，我说没题目。又问有提纲吗？我说没提纲。再问我有没有讲稿？我说没有讲稿。那位同修说，什么都没有，那讲什么呀？我说不知道，问师傅去吧。于是协会同修就向师傅报告了，说刘老师没题目，没提纲，没讲稿，那讲什么呀？当时我就在师傅跟前儿，只听师傅慢慢悠悠地说了两句话。他是乘兴而谈，坐那儿就会说。说实在的，师傅说的两句话我就听懂了一句，第一句没听懂，不知道什么叫乘兴而谈，头一回听说这个词儿。第二句话听懂了，坐那儿就会说。我当时想，就这一句够了，不是坐那儿就会说吗？那一天我就是三无两空，无讲题，无提纲，无讲稿，大脑空空，两手空空，走进录影室的。录影师告诉我四个程序，一是出现几朵小花，二是出音乐，三是出现两行字，四是出我个人的图像。告诉我一看见自己的图像就开始讲。我坐在凳子上，那是师父讲经时坐的那种没有靠背的凳子，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神奇的魔凳，坐上去就知道说什么。说来也怪，那一天2个小时我滔滔不绝讲下来了。那一次协会一共给我安排了7节课，那7节课就是这么讲下来的。我还好奇地问师父，那些话我是怎么说出来的？师父只是笑呵呵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心里想，师父说好好好就好好好呗，师父说坐那儿就会说，那我就去坐着说呗。后来当我知道那个凳子不是什么神奇的魔凳时，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现在回想起来，那7节课我是怎么讲出来的？完全是佛力加持，如果不是佛力加持，我哪有那个本事。关于用餐的故事，2010年我第一次去香港时，是我牙周炎最厉害的时候，满口牙都疼，而且还东倒西歪的，吃不了饭，吃不了菜，只能喝稀粥。用餐时我的座位和师傅的座位临近，师傅吃的菜都是用几个小碟儿盛着放在师傅面前，因为我只能喝粥，所以我面前就是一碗粥，没有菜。吃了一会儿，师傅开始把他的几碟菜往我这边挪，并示意让我吃菜。我告诉师傅，我牙疼，不能吃菜。师傅默默无语，从他慈祥的眼神里可以读出老人家对你的那种怜爱，让你从内心深处
感受到那种温暖。说到用餐的故事，不能不说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八次去香港，每次离港的前一天，师傅都要单独邀请我们去他的驻地共同用餐。记得第一次去香港，师傅那时住在一个叫跑马地的地方。在我们回哈尔滨的头一天，师傅请我们过去用餐。那一顿饭菜完全是东北风味儿，最典型的是酸菜炖粉条。在师傅那里做客，一点儿不觉得陌生，完全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用完餐后，老人家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参观他的驻地，每个房间都带我们去看了，就连储存物品的储藏间儿，老人家都带我们看了，一边看还一边给我们做讲解。在师傅身边，让你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亲情，这种亲情又远不是世俗间的那种亲情。关于挂坠的故事，有一天在师傅的休息室里，有华藏卫视总裁陈彩琼女士在场。师傅从怀里掏出一个挂坠，递到彩琼总裁手里，说：“你给刘老师戴上。”彩琼总裁把挂坠戴到了我的脖子上。从休息室出来后，傅冲问我：“刘老师，师傅给您挂坠了吗？”我说：“给了。”他说：“让我看看。”我把挂坠拿下来给他看，他说：“哎呀，刘老师，师傅给您的挂坠和我们的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傅冲说：“给您的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观音菩萨。”我说：“都一样，如果你喜欢，把这个给你。”傅冲说：“那可不行，那是师傅给您的，我可不敢要。”上面给大家说的就是我第一次去香港见师傅几个真实的小故事。虽然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可我却感到就好像是昨天一样。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场景，就会感到心里暖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自然。在我眼里，在我心中，师傅就是一位慈悲的长者，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初见恩师面，犹如慈父般，浓浓的父爱温暖我心怀。三，师父是人不是神。有人把师父神化了，说的神乎其神，我不这样看。我的亲身感受是，师父就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平常人。如果说师父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和不同，那就是他老人家有着无以伦比的大智慧。跟师父在一起，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活力，时时感受到老人家的睿智和豁达。下面再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关于油条的故事，有一次和师傅一起用餐，记得当时上了一盘切成段的油条，炸得焦黄的，让人看着就很有食欲。开始用餐了，师傅拿筷子去夹这个油条，还没等夹起来，胡居士对师傅说：“师傅，这个您不能吃。”师傅口里说：“哦哦，”就把筷子拿开了。正在这时，胡居士接了一个电话，就在他转身接电话的一瞬间，师傅迅速地夹了一块油条放进嘴里，并用一种非常顽皮的眼神看着我们，仿佛在说：“他没看见，我吃完了。”等胡居士接完电话转回身来，我们再看师傅的样子，
老人家若无其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个场面真是让人忍俊不止，就像一幅美丽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么可爱的老人呢？关于锻炼身体的故事，师父每天锻炼身体，还有几个绝招呢。比如说在跑马地，师父告诉我们，爬楼梯是很好的锻炼方法，就地取材，既方便，效果又好。那一次，师父还做给我们看，真让人打心眼里佩服。师父还有一招，叫做拉筋锻炼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在山顶花园，中午用餐前，师父给我们表演。老人家连续做了10次，非常轻松。我对师父说，师父，我想做几个。师父说，好好好，做吧。我学着师父的样子做了1个，好费劲啊。师父说，动作不标准，没做到位。当我做2个时，连不标准不到位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了，胳膊疼腿酸的。我服了，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老人家的功夫真的了得。关于蒙古包的故事，在师父现在住的六合园有2座蒙古包，师父告诉我，这个东西造价很低，比盖房子便宜多了，而且是冬暖夏凉。我去过蒙古包2次，真的很好，别有一种蒙古风味。蒙古包里有蒙古袍、蒙古帽、蒙古靴，还有5颜6色的哈达等等，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一次我们感到温馨的是，师父和我们都穿上蒙古服装，照了很多相，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围绕在父母身边，尽情地玩耍，真的好幸福。师父有个小相机，他老人家给我们抢拍的照片，技术蛮高的。师父把他给我们抢拍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因为是抢拍的，所以特别自然真实，一点儿也不呆板，真的好棒。关于头等舱的故事，记得我2次随同师父一起出国，第一次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去了澳洲。去澳洲那一次，我们一行10几个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我坐的是头等舱，定弘师等人坐的都是普通舱。我非常过意不去，我跟师父说，我干嘛这么特殊，别人都坐普通舱，为什么我坐头等舱？师父说，你有讲课任务，不要搞得太疲劳了。老人家想得太周到了，他就像一尊保护神，时时处处在保护着你。关于红包的故事，我8次去香港见师父，没有供养师父1个红包，反倒是师父给我发了5次红包。让我最难忘的是，我第一次去香港，临回来时，师父给我拿了10000块钱，我不要。师父说，拿着吧，让家里人多理解你，少一些障碍。我既莫名其妙，又心中感动，师父怎么知道我的难处？还有那一次，我跟随师父去澳洲，参加澳洲净宗学院10周年庆。有一天，师父叫我去他那里，递给我一个红包。我告诉师父，我不需要钱。师父说，出门在外，
兜里要有点钱，等需要用的时候方便点。我不好不拿，回到屋里，我把红包给镖局试了。那一次，师傅给我5000美元。镖局士说，大姐，在国内师傅给你人民币，在国外师傅给你发美元。曾经有人提醒我，别傻乎乎的，师傅给你钱，你干嘛往外说？我说，在我这里没有秘密可言，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况且师傅给我的钱我不会乱花一分的，这个钱我一定会用到该用的地方。说到这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慈悲喜舍一长者，可亲可敬一老人，莫把恩师当神看，他是你我中一员。二，讲经说法度众生，当今世界第一人。一，尊师教诲不走样，一生弘法学世家。上敬下空老法师一生遇到了3位好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师，一位好老师都难得一遇，老法师竟遇到了3位。如果不是大福报之人，如果不是极其殊胜的因缘，怎能有这样的事情？感恩老法师的3位老师慧眼识才，培养成就出了这样一位佛门高僧。方东美先生的3句话引导老法师入了佛门。这3句话是：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老法师在讲经过程中曾经多次说过，如果没有方东美先生这3句话，他是不会入佛门的。因为老法师对方东美先生充满了尊敬与信任，老师的话让他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这是老法师入佛门的开始。张家大师是老法师的2位老师，是张家大师让老法师出家学释迦佛，走释迦路的。这给老法师一生学释迦佛、走释迦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家大师给老法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就是这6个字让老法师终身受用，成就了一代高僧。李炳南老师是老法师的3位老师，李炳南老师对于老法师近乎苛刻的约法3章，常人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老法师却欣然接受，并多亲近李老师5年。正是看似苛刻的约法3章，成就了难得一遇的圣僧，成就了一位指导末法众生成佛的导师。怎样才能遇到好老师？要具备3个条件：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不具备这个条件，老师不教你。不是老师不教你，是你不学。如果你有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你老实、听话、真干，你一定会遇到好老师，而且这个好老师一定会全心全力教导你、帮助你。因为老师知道你是佛门法器，一个好老师遇到一个佛门法器也不容易啊，老师怎能不教你，怎能放弃你呢？没有哪一个老师不爱自己的学生，老师对学生的关爱甚至超过对子女的关爱。老法师尊师教诲不走样，一生弘法学世家，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老人家是在用行动践行着三位老师的教诲。至今，老法师已经讲经说法56年，坚持一生不做经忏佛事，身体力行要把宗教的佛教回归到教育的佛教。这是老法师对佛教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将永载史册。二，鞠躬尽瘁终不悔，遗德堪厚普天亲。尊敬的师父上人有这样一段话，他老人家说，无论怎样艰难，无论怎样痛苦，都要忍受，要发大菩提心，要发大慈悲心。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要说，一直忍下去。一切屈辱都是考验我们的，关关都要通过，了了分明是智慧，如如不动是禅定。老人家还说，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和任何人争，不争不求，这样学佛你就顺顺利利，功力增长，无论顺境逆境都帮助你成就，这是真实智慧。要甘心情愿接受别人对你的侮辱，不单不怨恨，还要感谢，因为他成就了你的忍辱波罗蜜。真佛弟子要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行人所不能行。对侮辱你的人不恨不怨不报复，要命我都给你，这里头有大学问，这里头有真功夫。他老人家还告诉我们，不要批评人。佛菩萨教人赞叹，不教人批评。我们只赞叹善，不批评恶。障碍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他们也是本性本善的。我们要原谅他们，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的。原谅别人，快乐自己，这是正能量。老人家是何等的心量。如果问我从2010年第一次见师父到现在，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师父博大的胸怀让我受益最大，是我懂得了佛门弟子永远不和任何人对立。他和我对立，我不和他对立，他不爱我，我爱他，真情无限，大爱无疆，一辈子修忍辱。过去我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我恨的人，世界上没有我不爱的人，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现在我再加上一句，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忍受的屈辱，这些都是我从师父那里学来的。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四不原则：不争论、不讨论、不辩论、不解释。实践证明，这个四不原则真的挺好的。大家知道，20多年来，对《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批评，对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批评，都是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老人家如如不动，用真心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名闻利养，念念想的是苦难众生，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帮助众生成圣成贤。老法师说，佛门弟子要帮助人间帝王把这个世界打造成极乐世界，让世界和平，人民安宁。老人家用他的德行感召着虚空法界一切有缘众生，这正是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之所在。鞠躬尽瘁，终不悔，宜德堪厚，普天亲。孰是孰非，留与后人评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我要尽我所能，把一个真实的上净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让这些有缘众生普沾法益。这可能就是我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使命吧。这正是89岁老人家，60几载弘正法，艰难险阻愿不改，度众无量早回家。我为众生来，一切为众生，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3，书传后世，慧立末法，悲怨宏深，法语遍洒。近期有净宗同修发心，将《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净土大经科注》《净土大经科注讲义》《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核定》用宣纸印刷，以期久远流通后世。恩师将此定名为《净土大经科注讲义》。这部书流通后世，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它是末法众生苦海磁舟，茫茫夜海明灯一盏。我们时值乱世，世界之乱前所未有，实乃是我们的不幸。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我们闻到了佛法，而且是闻到了殊胜无比的净土念佛法门。尤其是我们遇到了可遇不可求的引导我们回归自性的导师，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净土大经科注讲义的印刷流通，可以向世人庄严宣告净土念佛法门信解行证圆满具足。从此净宗学人有了一部完美无缺的教科书，他将慧立末法9000年的苦难众生，足以彰显老法师的悲怨宏深，足以彰显弥陀本愿的庄严。愿法语遍洒，浇灌美丽的菩提花。末法修行意义人，罕依得道何原因？不信自己不信佛，障身业重难出离。唯一念佛出生死，几人明白几人知。佛流救众一行法，慧立末法9000年。信者回归去极乐，不信六道苦沉沦。究竟要走哪条路？奉劝诸君快抉择。惭愧弟子刘素云顶礼。我们听了
刘素云居士的报告。他叙述他这一生学佛的经历很难的。我们地球呢有缘，这个缘无比的殊胜。我说的是给阿弥陀佛有缘。我们在这个世界，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真是无数次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从迷失自信以来，堕落在轮回，无量劫不能超越。那么这一生，我们遇到了净宗，学习净土，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体会到了，我们认识清楚了，这个法门千真万确，叫做易行难信的法门。易行难信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说的，十方三世无量诸佛异口同音都这么说。是不是真难行？真难行。易行，易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听了之后没人相信了。欧耶大师告诉我，信愿持名就能往生。而且在要解里头郑重给我们宣说，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全在信愿之有，没提念佛了。真信真愿，你就具备往生的条件。那你命中时呢，一念十念就能往生。这一句话真难得，这我们的福报不小啊。大概是两个月前吧，谢总的父亲往生，证明这是真的。谢总的父亲人是个善人，大善人，大好人，对佛没什么兴趣。儿子学佛，劝他学佛，他都摇头，不能接受啊。临终的时候，儿子着急啊，这怎么办？如果不能往生，肯定就六道轮回吧。好事多，心肠好，那天道吧。天道不能解决问题，天还是有寿命，寿命完了还是要堕落。想到这个地方就害怕了。他真是求三宝加持，儿子求三宝加持。在最后的两个小时，到他爸爸面前，劝他爸爸，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没想到他爸爸点点头，没说话，点点头。
他很高兴啊，难得啊，又告诉他爸爸，真有阿弥陀佛了，你能相信吧？他爸爸也点头，我说这好了，我念佛，你跟着我念。那他爸爸就跟着他念佛，念了一个多小时，走了。跟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所说的完全相应啊，走的时候全身柔软啊，面色比活的时候还好看啊，一直到第三天给他入殓的时候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软。那一天有一千多人，有人闻到异象，有人看到光，有人看到莲花。这表演给我们看的，把十八愿，把偶业大师给我们说的信愿持名四个字做出来给我们看。你说往生极乐世界容不容易？这真容易啊。那你不相信摇头了就没办法了。哎，肯点头的没有一个不往生。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好啊。有人向他请教，你老人家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告诉别人，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这还有什么话说啊？下下品往生啊，真能满足吗？真的。你看看，你读读无量寿经啊，读读观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讲的都清楚都明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这句话就是欧耶大师下下品往生满足的依据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品位？有，品位不重要，什么重要啊？生到那边一切享受这个重要啊，是有品位。但是到极乐世界的享受智慧平等啊，受用平等，道力平等，神通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你这还有什么话说？这世界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一生遇不得这个法门，真的凭自己断烦恼往生极乐界难啊，这个烦恼你怎么断得掉啊？哎，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烦恼放在一边别去理它啊，只要这一句佛号，临终时候最后断气是在阿弥陀佛一声佛号当中啊，就成功了啊。平常你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念到理一心不乱，当然好啊，但是达不到这个标准也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
这样没人相信了。不是普通人不相信，声闻不相信，阿罗汉不相信，菩萨不相信。谁相信？化身菩萨相信。化身菩萨太少了，不是化身菩萨不行，不能相信啊，没有理由相信啊。但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说的，亲口说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亲口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世尊转述就等于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说，没两样啊。净宗无比殊胜呢，就在这一头，只要有心有愿，强烈的信念，没有丝毫怀疑，我们就成功了。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而这个法门就在眼前。老师祖师大德们注经注明白了，我们看注解没看出来，粗心大意。老师给我们讲经也讲出来了，没留意。所以没有得到真实利益。好在好，只要我们一口气还没断，都有份，都有救。一口气断了，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我说这一句话，幸运就能往生，这是净宗无比殊胜重要的一句开始。当然平常念佛念得越多越好，把你的烦恼，把你的习气用念佛的方法控制住，不念佛就胡思乱想。每一个念头都是业，念头言语造作有善有恶，善业人天福报，恶业三途受苦。这个业造业了，念念不停啊，晚上睡觉了，身没有造，口没有造，还在做梦，那就是业它还在造，你没办法控制。念佛功夫得力，就是把这个控制住了，他只念佛号，他不造业了。这个品位高，品位高下别去理他。不相干，我们生到极乐世界，神通道理，智慧跟佛是平等的，这个重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众生。凭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阿弥陀佛有神通，有道理，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戒引往生的人，没有佛戒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佛法愿往生的人，他通通去戒引，化身去啊！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往生多少人呢？数不尽呢。太多太多了，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有无量无边众生念佛往生。那我们去到极乐世界的人，只要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得到佛的加持。我们也有像阿弥陀佛一样的能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就供养佛，听佛讲经说法。佛慧双修啊，供佛是修福啊，听经闻法是修慧啊。你看每一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跟你说法，你能不开悟吗？你能不坚信吗？开悟坚信那快，很快的事情，一点都不难啊。这地方能不去吗？所以历代你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华严宗的、天台宗的、法相宗的、三论宗的，到最后统统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把这些事情看清楚、看明白了。他为什么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圆满。就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才能现前。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全现前了。那是什么？那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真的享受阿弥陀佛的功德。自己有没有能力？有能力现。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得到阿弥陀佛加持，所以神通道理，智慧功德跟阿弥陀佛没两样，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感恩啊。我们遇人就劝人，最重要劝信，决定不怀疑。怀疑就产生障碍。不是小障碍，障碍你往生，把你这一生的机会断掉了。谁障碍？有因有缘，因是自己怀疑，缘是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每天念佛。每一天讲经教学，把功德都回向给冤亲债主。这些冤亲债主就不障碍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冤亲债主无论在哪一道，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都会去度化他。所以我们自己分无量无边身，供佛听经，附带的就是要度这些众生，度一切有缘众生，无论是善缘恶缘，普度一个都不漏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个能力、智慧能力跟阿弥陀佛相同。不能不发这个愿，
不能不发这个心。啊，全身依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靠山。啊，决定靠得住的。啊，再不能依靠别的。依靠别的靠不住啊，他没这么大的能量啊，没有这么大的智慧，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我们要相信啊，诸佛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刘素云这篇报告啊，可以给我们同学们做参考。啊，他说的很公平。啊，没有夸张。啊，我们学佛应该是这种态度，住在这个世界。不为自己，啊，一切为众生，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有这种啊心态，念念帮助苦难众生。我们离苦得乐了，希望大家都能离苦得乐。好，我们看下面还有一篇。遂次已未年，中原祭祖专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中国古代最为重视女子教育，因为母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天下之太平。诚如民国年间印光大师所言，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言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印祖特别指出，这是因为人的性情资于母者独多，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受母亲的影响极其深远，母亲的德行决定了这个家庭是否能够培养出孝子贤孙。因此，母教是至关重要的。一，周出三太，至德典范。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太是母教的典范。三太之德为周朝国祚绵长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印祖说周之开国基于三太，而文王之盛由于胎教。周文王的圣德是源于母亲太任的胎教所感，许多古圣先王出生之时都有祥瑞的征兆。说文解字全是汉字姓的本意，是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这些圣贤人的母亲之所以能够感天生子，
是源于其福德是顺于天道的，因此感召圣贤之子来降生。据中国历史记载，周文王之母太任端庄贤淑，有圣德，文王之父王继娶之为妻，太任祝夫承德，以人施教，治理天下，史称太任怀孕之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以良好的胎教来化育胎儿。据《尚书》记载，文王姬昌出生时，有一只赤雀衔着丹书飞来，丹书上写道：“敬圣待者吉，待圣敬者灭，益圣欲者从，欲圣益者凶，亡者废灭，敬者万世。”这是文王降生时的瑞兆。由于母亲太任善于教导，因此文王教一而事百，后奠基于西北。后来周文王娶禹后之女太姒为妻，太姒人名有德，丹溪勤劳，文王治理外政，太姒主理内政，以德政感民，天下归服。文王的祖母太姜更是一位贤淑而有德的妇人，太公贤明圣德，国家政事都和太姜共同商议，因此古贤说，周朝的天下能够传37代，历873年之久，皆是仰赖太姜、太任、太姒三后的教化之功。图一，太任是周文王的母亲，她非常仰慕婆婆太姜的美德，侍奉婆婆恪尽孝道。太任立身端正，使宫廷上下肃穆祥和。图二，周文王的夫人太姒，少成婆婆太任的徽因，培养出圣贤之子周武王、周公旦，周出三太祝夫承德，相夫教子，奠定了周朝800年的基业。无独有偶，距今500多年前，有一位贤德的女子身师任堂，出生于朝鲜国江原道的贵族官宦家庭。他自小受过传统人文教育，一心效法周文王的母亲太任，遂取堂号为师任堂，期望能够继承太任之贤德。在那个时代，朝鲜国的女子是以效法周朝三太之德为上，比身师任堂较晚的朝鲜女儒学家任允直堂曾说，妇人而不以任嗣自齐者，皆自弃也。由此可见他们的志向。正是由于这种效法圣贤的美德，使身师任堂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他一心相夫教子，以真诚的爱心和严格的家教培养出一代大儒李耳，因耳号立古，其四子三女都成为优秀的人才。李耳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仰慕中国的礼义文化，他8岁就能做汉文师，13岁考中进士出仕，震惊了江原道的教育界。嘉靖年间于朝鲜历任官职，曾代表朝鲜国出使明朝，后致力于书院教育，影响深远。
这无不是得力于母亲深思认堂优良的母教，因此他被尊称为韩国的孟母。2009年，韩国政府将深思认堂的肖像印在最大面额的纸钞上，以示表彰。图三，深思认堂施法太任，以爱心与严格家教教育子女。他品性善良，孝顺恭敬，德行高尚，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图四，深思认堂才华横溢，会写汉文诗，工于绘画，画作精妙，享有盛名。二，夫妇有别，伦常大道。古圣先贤根据宇宙大自然的规律，建立了伦常纲纪。诚如印祖所言，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圣人以男女正位，正位者素位而行，敦伦尽分之位也，建立伦纪。在五伦关系中，夫妇有别是至关重要的一伦。别是指不同的任务，先生负责照顾家庭的经济生活，太太的责任更重大，要负责教养下一代。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在汉字起源的本意中极有体现。例如汉字男是会意字，说文男丈夫也，从田里，言男子立于田也。从今文男字中，能够更明显地看出这个字的本意是指男子拿着工具在田间耕种，这就是男主外。象形之下，女字是象形字，说文女，妇人也。那么妇字作何解释呢？说文妇，服也，从女持肘，洒扫，洒扫也。从汉字妇看其本意，即表女子要能够勤勉习劳，谦虚卑下，为家人服务，这就是女主内。段玉裁先生注解说，妇主服侍人者也。他引用大代理本命说，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因此才称之为妇人。古人所说的妇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呢？段氏说，妇人服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意，有三从之道。这段话与曹大姑在女诫开端所说的旨趣相同。曹大姑说，古代生女之礼是有其表法意义的，代表女子一定要卑弱，不敢在人之上，要能够习劳勤俭持家。女子还肩负着家庭祭祀祖先的重任，这三点正是女人之常道，也是礼法之典教。图五，东汉时期曹大姑班昭是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曾助其兄班固完成汉书的撰著，一代大儒马融亦师其门下。他所写的女诫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代女子德行的准则。三，古代女子三从四德。何为女子的三从四德呢？三从四德是女子所应具备的品德。三从是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与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旨趣相同。据聂公郑涛教授考证及解释，说文从随行也，是指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有遵从、遵照、服从的意思。
三从的引申义是指女子未出嫁时由父亲来负责照顾和养育她，出嫁之后是由丈夫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丈夫去世之后则由儿子来负责赡养她的晚年，此说较合于常理。关于女子的四德，曹大姑在《女诫·妇行第四》之中特别做了诠释。首先是妇德，什么是妇德呢？娴静贞洁，举止安详，谨守节操，要有羞耻心，凡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举止言动都有法度，这就是妇德。图六，印光大师德育启蒙知耻。第二，妇言，女子的言语很重要，言辞和内容都有所选择，要说善言善语，杜绝恶劣粗俗的语言，不说是非，说话要观察机缘，该说的时候才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要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班昭女诫曰，敬顺之道为妇之大礼也。近代女德教育的典范刘芳女士教导女子，要常常用礼敬柔顺四个字来对照自己。礼，妻子和丈夫之间要亲密有间，相互尊重，切忌熟而失礼。敬是孝敬，敬奉老人及丈夫。柔是温柔，有一颗柔美的心。所谓相由心生，从养颜养身到养心，每个姑娘都可以成就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顺是要常说好是这些肯定的话，不要说否定的话，避免性格的逆反，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妇言。图七，刘芳女士在温州平阳县第二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上讲述涵养女德，美丽人生。第三，妇容，女子的穿着应该是怎样的呢？曹大姑说，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女子不要过分注重自己的打扮，冠冠晨会，服饰先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这与《弟子规》中的教导暗合道妙，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衬家，衣服只要干净整洁，不必穿得华丽高贵，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中国古老的哲学《易经》也说，慢藏会道，也容会淫，语出戏词上，这是指收藏财物不谨慎，会引起盗贼偷窃，妇女衣着太暴露，容易引起坏人的邪恶心思。当今的社会时尚充斥着贪嗔痴慢，五欲六尘，在在处处都是引发人的邪思邪念，成为社会动乱之根源。尤其是现代女孩子追求时尚，在外面穿着很暴露，殊不知人体有很多穴道，若是不好好保护而感受了风寒，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到中年之后各种疾病就会发作。穿着暴露也容易引起别人的邪思，果报都在地狱。由此可知，穿衣服暴露就是在造作地狱业，见其因则知其果。净空老教授说，现在最会保养身体的是伊斯兰教的妇女，她们所穿的衣服只露出面孔，甚至只露出眼睛，把整个身体都包住，这是很好的着装。像天主教、基督教的修女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妇女的衣服都是长衫长裙，只露出面孔和手，行路之时连手都被长袖子遮住了。
佛教的菩萨所示现的色相、容颜和衣服也都是美观大方，让人生起无尽的仰慕和敬畏之心。图八，佛教大乘菩萨的形象都是美轮美奂、端庄大方，图为西方三圣中的观世音菩萨右一，与大势至菩萨左一像。因此，净空老教授说，人文要效法大自然，不能够违背大自然，这叫德。大自然是道，随顺自然是德。不违背大自然，社会是祥和的，违背自然一定有动乱，人心不安。复行的第四是复功。曹大姑在《女诫》中说，平日专心致志的纺纱织布，不喜欢玩闹嬉笑，把饭菜做得美味而健康，以照顾家人，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都是复功。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稳定，这与太太的复功很有关系。这些贤妻良母都能够烧一手好菜，让先生觉得走到哪里都没有自己家里煮的饭好吃，所以他的心就很安。纵使奔波在外经营事业，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太太贤惠巧思的复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的夫人鸠山杏善于持家，她喜欢腌制蔬菜、制作彩绘玻璃及缝纫。她是丈夫的形象设计师，为她打理发型、搭配穿着。鸠山杏所撰写的食谱广为流传，即使贵为首相夫人，在官邸中，夫人也常常亲自下厨招待客人，为客人亲手端上牛蒡天妇罗等美味菜肴。每当先生一天奔波在外回到家后，夫人就亲自为丈夫按摩脚。鸠山先生形容和妻子在一起，感觉每天生活都充满阳光。他赞叹夫人是永远发光的太阳，因为夫人乐观向上的性格感染了他。鸠山先生说，他做饭也很棒，回到家我就感觉很安心。可以说，夫人正是古代大家庭中贤妻良母的现代典范。四，唐朝女皇帝的忏悔。自古以来，妇女的天职是相夫教子，培养下一代。然而，现代妇女都离开家庭，成为职业妇女，到社会上跟男人竞争，要做女强人，看似很荣耀。结果付出的代价是下一代失教，后代没有了。印光大师对此责备得很重，强调社会的安危，女人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唐朝的武则天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忏悔不已。在陕西乾陵的东侧，矗立着一块无字碑，是为武则天所立的。这块碑无言地诠释着他几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的临终遗言。1982年在河南嵩山发现了一块名为五兆金简的传世遗物，金简上镌刻着武则天的忏悔文。兆同兆，表日月当空，这是武则天所造的新字之一，用以为己名。五兆金简是由高纯度的黄金制成，正面镌刻三行63字铭文，铭文中写道：锦翼中岳松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府除五兆罪名。他祈求天神能够赦免自己的罪过。时间是太岁庚子7月7日，其中三官是道教对天地水的尊称，所谓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九府是泛指各方神仙洞府。图九，武则天的传世遗物五兆金简发现于河南嵩山郡吉峰，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网站。武则天的一生饱受争议，晚年虽有所忏悔，但后世仍不乏重蹈覆辙者，其结果是轻则外戚祸起，重则国破家亡，使百姓饱受苦难。此皆因不遵祖宗成法，不循天理天道所致。综上所述，诚如古人所言，龟蟾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希望后世女子都能够牢记印祖的真诚劝勉。现今学堂中妇女多多妄生意图，拟操政权，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妇女能够恪守自己的本分，在家中相夫教子，以圣贤之道化育子孙，使家庭代代都出贤才，这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诚哉是言也。图十，印光大师《天下太平之根本》疏影，净空老教授题写书名。以上是惭愧弟子开集恭敬整理的《岁次乙未年中原祭祖专刊》文稿，如有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语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释开集顶礼敬诚。今年中原祭祖专刊开集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确实要劝劝现代的女子，大家都知道现前社会动乱，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皆在全世界历史当中也找不到。这是怎么造成的？读了这一篇文章，冷静地去思考，答案就找到了。古时候人做到，现代的人不是做不到。现代的人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才与别人竞争。古圣先贤教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现在所追求的、所竞争的，没有边际，没有止境。武则天到晚年还后悔忏悔，还不错了。现在人比不上他了，现在人争了一辈子，到死都不救。不但这一生竞争，来世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竞争。
啊，那么最后增到什么地方去了？肯定增到无间地狱去了。啊，他就不增了。在无间地狱，我们也想到他喊冤枉，他不服啊，他不能回头。再仔细的深入一层就观察，通通是失去了家教啊，根本原因在此地啊。啊，想想中国古代社会，家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看看中国人有家谱，这外国人没有的，家庭历史，哪一个家谱里头没有家规？哪个家谱里头没有家训？你看看祖宗是怎么样教后代的？啊，中国有一句名言：“不舍。”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点都不假了。我们把老人全丢掉了，而且对老人的时候，我们有罪业，目中无人，认为老人、古人比不上些今人。今天有科学技术，古人没有。古人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有这种智慧能力？给诸事有，早就有了。啊，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知道这条路走到一定的时候会出乱子。啊，我听说王莽那个时代，就有人做滑翔机，啊，空中飞行的。啊，历史上著名的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他们死了以后不留给后人，统统把它毁掉？这就是有智慧，这就是对历史、对人类负责任。啊，外国人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啊，他只满足自己，他不负责任。啊，那么外国人发展这些机器，啊，科学技术，现在有一些觉悟了，这个东西发展足以毁灭地球。啊，所以汤恩比晚年呼吁，过去战争。人类所造的这武器没有办法毁灭世界，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核武生化可以毁灭地球啊。那么他经历两次大战啊，深深感到这真的可怕了啊，所以万年天天想着怎么样能阻止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这个世界上不能发生战争啊，所以想到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朝政治没统一，诸侯国都是独立国，都是主权国家了。啊，那周用什么来统治？让这个世界没有分寸，用道德，用文化。啊，所以汉字起了很大作用，文言文起了很大作用，
啊，这个各个诸侯国有他们自己的言语，没有文字，文字是统一的，啊，文化统一，那叫天下了。中国人称天下就是中国这个地区啊，八百诸侯啊，啊，他从这里得到的启示，所以就想到这个地球要统一。啊，他是个研究文化史的，他把全世界文化史分成二十多个的种类，里面最优秀的是中国。中国人心量大，能包容，啊，能够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理念要统一全世界，全世界的人类，不分族群，啊，不分地区，都能过到太平盛世，啊，幸福、安定的生活，这是个好啊。啊，所以他强调啊，到处喊呢、啊，啊，东亚文明，那东亚文明的主要的中国，还有三个卫星国家，就是日本、韩国、越南。他们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就很明显了，就很多人到中国来学习，啊，一直都用汉字，都用中国的文字。啊，日本400年前才改变的，用他们发明以汉文汉字啊，发明他们的文字。啊，韩国、越南比较晚，二次大战结束，他们才改用他们的文字。在这个之前，全部用的汉字，用的文言文。这个亏吃大了。他们如果要不改啊，他们是汉学的传人了。我们中国不要了，他们沉船。啊，那他们可以领导全世界。啊，那现在汤恩比的话说的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啊，如何把我们的汉字文言文恢复？啊，他太需要了。啊，它能够确确实实带动整个世界的安定和谐，再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课程，文字学的课程，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在这里扎根，才能够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个根，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再深入了。啊，我们的年龄过了，学这个东西都来不及了，但是我知道它重要，所以我们全心全力要来提倡，要来保护，帮助年轻人，照顾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好好去用功学习，啊，将来有成就，能达到化解冲突，帮助世界走向安定和谐，啊，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我们这个一生所做所要做的一桩大事情。啊，记住，有人问我为什么每年要做三次，我说现在大家把孝道丢到了，不知道什么叫孝。记住就是提倡孝道，啊，所以在今年记住
就马上中年这次，看看我们想方法能不能在祭祖大会上把我们学习的这个文字学啊，用电视播一段给大家看看啊，让参加祭祖的这一些同胞们让他看看有个概念啊，中国文字留言太伟大了，每一个文字充满了智慧，祖宗留下来的宝，这是第一个珍宝啊，其他的不作为重视，这个重要啊，活的一定要认识啊，我们要学习，要劝全世界人学习啊，我们祖宗留下是留给天下人的，没有说留给中国的，是留给天下人的啊，天下人都学习，天下人都有智慧了，天下人都有福报了，这个好。啊，下面还有一篇。科助学习班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惭愧学生开示，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收获。为期30天的大士阁第二届净土大经科助学习班已圆满结束。回顾过去的这些天，学生收获了很多感动，同时身边的一切人事物帮助自己看清了很多，心里也坦然了许多，假看破放下。来到身边的这60多位菩萨都是看破放下的勇士，他们能离开自己的家庭，放下手上的工作，抽出1个月的宝贵时间来闭关静修，就是在例行看破放下，就是在落实师父上人的教诲。听了大家的分享，知道这1个月的学习对很多同修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但是他们很坚强，无论是生活起居的不适应，身体上的病痛，还是紧张的学习压力，大家都在慢慢的克服忍受，一直坚持下来。在和大家一起生活学习的日子里，看到大家的精进和发心，令学生感动不已，惭愧不已。这些菩萨都是为学生表法来了。学生亲眼目睹了一位同修饱受病苦折磨，用尽各种方法都不见好转，无奈之下索性不管他了，疼就疼吧，忍着。
他开始更加精进地念佛，求佛菩萨加持，圆满他这次的发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学完，不退缩。他自己把注意力从病痛上转移了，照常生活和学习。当他开始放下，不再挂念的时候，病痛就明显地减轻了许多。这正如师父上人告诫我们的，不要念病，要念佛。心里想病，就是在给病增加养分，病会愈来愈重。念佛是消业，病就会好。后来，他的病就一天天的好转。他自己也分享到，这次生病给他消了不少业，他开始忏悔自己所造的一切杀业、恶业，不再抱怨，不再对立，坦然接受这个果报。同修的这场病也给学生上了一课，虽没有病在自己身上，但是自己想象中的痛苦却是加倍的，也是佛菩萨慈悲，通过这种方式来警醒学生，不要执着，要放下这个假我。身体是假的，病也是假的。一切法由心想生，念头转过来了，一切都会随之而转变。病的不是身体，是心，更不应该和病起对立，也不应该抱怨身体差。身体是无辜的，是心病了，殃及身体，跟着受苦报。只要从心忏悔，防非止恶，不再想病，身体自然就好了。也让学生真切地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好这个身体，别人也帮不了忙，反而常常因他生烦恼，随他造业，不如就不执着了，还是交给佛菩萨去打理。我们舍下这个生灭无常的假身，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永远不坏的紫磨真金色身多好。有舍才有得，放下虚妄变幻的假我，才能得到真实永恒的生命。在面对病苦的时候，学生的心里就会浮现这次经历，督促我放下，督促我念佛，以不受魔不成佛。一位同修在分享中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像在这里那么努力地学习过，这回真是拼了命地在学习，每天在克制习气，在逼着自己往前走。这段日子确实很磨练人，但是发自内心的为自己高兴，看到每天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好多原来自己认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在不断地坚持之中
竟然都做到了，对佛菩萨也愈来愈有信心，对做佛也愈来愈有信心。因为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只要继续坚持不放松，成佛这件事也一样做得到。确实，看到大家每天上课都在努力地专注听经，有时候还要想尽办法去克服昏沉妄想。学生知道他们是在以刻苦的方式鞭策学生，没有耕耘何来收获？正如闲公老和尚所说的，你想成佛，你不出力，不劳动，不流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呢？他们学习起来是那么的认真卖力，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而学生自己就是不好学，不能吃苦，不肯下狠心逼自己一把，所以懒散懈怠常常现前。学生也反省道，不能勇敢地接受磨练，不愿意去突破自己，怎么会有提升？不肯出力，不肯流汗，就不是真的想成佛。大家的表法就是在激励学生，一定要勇猛精进。成佛是大事，大事就得用心办，就得付出，就得接受考验。俗话说，好事多磨，考验就在生活中的点滴之处。学生再不能退缩，在境界来时，再不能做逃兵，再不能任由自己随顺习气，没有长进。由此，学生也坚定了信心，再怎么苦，逼着自己也得去极乐世界。就从处理好身边的人事物开始，就从接受身边的磨练开始。丙，结语。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用心过好这一个月，他在生命中的分量却不轻。对学生来说，最大的触动就是一定要换心，一定要念佛，尤其是在三天的佛期中，当自己沉静下来时，真切地感受到了沉浸在佛号中的纯净和自在。但是这种状态很短暂，离开了佛堂，回到日常的生活中时，妄念又开始层出不穷，甚至佛号还是常常丢失。但是比之前要好的是，能很快地警觉到，并赶快提起佛号来。很感恩这次静心念佛带来的法喜，也很感恩同修们的帮助及陪伴。很多人说，这一个月是他们人生及学佛历程的转折点。学生也相信这一个月的学习也会给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转变，努力并且期待自己有新的提升，不辜负每一次经历和付出。以上是惭愧学生
开示粗浅的心得报告，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十吉祥，久住世间，光寿无量。惭愧学生开示，顶礼敬诚。我们听了开示同学的报告，很欢喜。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宗教对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贡献。啊，向下立居士这一次在大石窟办的这个活动，我们看到这一个月许多同学提出来的这个心得报告，我们看了很欢喜。啊，这个活动要一直办下去，不能停。啊，他这一期是一个月，希望至少啊一年要办三次或者是四次，啊，每三个月办一次。我们相信越办经验越多，而且会给其他的道场啊做一个榜样。啊，我相信将来每一个寺庙都要办。要学经教，没有老找不到老师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讲经的录像带很多，他们都可以拿去学习。啊，用这个电视网络来学功课，来学佛经，我相信未来有一段时间它会很普遍，也会受到很好的效果。啊，从这个地方学习，天地变数多了之后自然就会讲了。啊，像前面刘素云一样。啊，刘素云有没有开悟，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不知道。啊，实在讲呢，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很难。但是大悟小悟的人不少啊，只要他心清净心专，他就会有悟处。啊，人有小悟就可以出来讲经。啊，他不会讲错。啊，只要真正发心就会得三宝加持。啊，像刘素云第一次到香港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安排了课程，让他到摄影棚去录像，什么准备也没有，什么题目也没有。我说你坐上去就会讲，坐上去果然不错。啊，然后回过头来把这个录音带放给他自己看看，他都很惊讶。
讲得不错，我怎么会讲这不好？为什么？听了10年了，就凭这个。听无量寿经，就一部无量寿经听了10年，那个时候我讲的，在台湾讲的第3遍，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录像录音，有录音机录音，是那个卷带子的，那个时代，那一卷带子是90分钟，所以我们一堂课就一个半小时，好像讲了70几堂课，讲的是汇集本，是依照李老师每处依照那个讲的，我依照那个讲过10遍。以后讲经就采取黄念老的脊柱，住得好，住得太好了。我们学习脊柱，我们的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就一堂课2小时，600堂。有受用。开始学要像刘素英居士这种方法，不要学太长的，那个时候讲的对初学的人有一定的好处，时间不长，变数要多，慢慢熟透了，你再能够讲个10遍，讲个20遍，讲个30遍，再讲住，再讲黄念老的基础，就不难了。慢慢讲久了，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这明心见性，真能做得到。要一门深入，不要学太杂，不要学太多，千经万论最后都是一法句。真正开悟了，大彻大悟了，一切法全通了。无论讲什么，没学过的，你都不会讲错。真正有人发现，佛法会再复兴起来，不是难事情。典籍现在很印刷术发达，成本大幅度降低。一个人在现在拥有一套大藏经一点不稀奇。所以要注意一点，不可以贪多，不可以广学多闻，不能做通家，通家是做不到的。要转，经典里经典选一样，一生就学一样，把它学通。学通之后，一生虽然样样都通，我还是学这一样，给后人做一个好榜样。不贪图，我什么都能讲，什么都能教，我就教这样。这一门净土这个法门利益最大。度一切众生是真正有效果，不会产生副作用，稳稳当当。将来往生净土，现在在世传播这个法门，做阿弥陀佛弟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